这儿的，这是什么？难道又是他？ 谢谢娘，小心超人。最近风大，而且自己又掉了几页变瘦了，所以不小心就被吹走了。等等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这个，你为什么会有？ 这个勋章是来源于已经被毁灭了的阿德里星球。阿德里星球？没错。话说当年，在阿德里星还没被毁灭之前，这个勋章只有每代守护者才能拥有。据我所知，阿德里星最后一个守护者叫加罗，其他星球一直觊觎阿德里星球丰富的资源， 却又忌惮伽罗骁勇善战。后来，其他星球的人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骗伽罗离开，然后趁机夺取阿德里星球的物资，毁灭星球。最后，整个阿德里星球都毁灭了，而伽罗也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死了，也有人说他去了别的星球。 故事就说到这里。喂，你还没有告诉我这勋章怎么来的？小小怪，我不是叫你订外卖吗？你在干嘛？将军病了，你的奖杯都封尘了，我帮你擦一下嘛。 司令有何吩咐？我已命令伽罗把小星超人引到密林的岩浆山洞里面，你借此将二人一起消灭。你提前去山洞里布置好。遵命，司令。我早就看他不顺眼，自食能力强大，经常不听我指挥，又坏人不做，偏要做什么罪恶克星。将军，你的罪恶克星奖。那就算了，还要当什么慈善大使？将军，你的慈善大使奖。那已断，还和小星超人纠缠不清。将军，你的将军，那是你的外卖。哎呀，这次你一定要完成任务。遵命。哎呦！ 我们迷路了，密林的山洞在东边，可是我们分不清东西了。将军，我们要尽快设好陷阱，
丢硬币吧。嗯，我是有文化的人，怎么能靠硬币碰运气呢？当然靠指南针了。将军说得对，抛指南针，正面向左走，反面向右走。向右走。将军，真的有个山洞，但里面会不会有熊啊？你朝里面学熊，嗡的叫一声，看看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。将军，里面回应了两声，是不是和我们打招呼啊？不是，是叫我们快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把他叫醒了。找到了，是这里。小小怪，动手设陷阱吧。是。搞定。现在只要他们一来，我就按下手上这个按钮，炸弹就会爆炸，到时候他们就会跌入岩浆洞里面。现在我们躲起来，等他们来这儿。还给我！嘿，有本事过来拿！芝麻开门，南瓜开门，西瓜开门，水果拼盘开门。
去吧。小心超人！小心超人！魔方。你放开我吧！我不能放手啊！我们离地面很近，掉下去也没什么。你回去吧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我的勋章，这永远是你的荣耀。伽罗，你愿意留在星星球吗？阿德里星球，骑士上将，编号 TC9527，伽罗，愿听差遣。好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，云啊，轻轻飘过来梦。